小弟弟，你计划怎么办？至少我还有免死金牌，能再浪一波。只要我没死，就能揪出嘎人狂魔。他还在这里，小心点。下一刻，张小凡感觉被一股杀气给锁定住，迅速拿出碎骨锤跟葬鬼砖，邪眼也将张小凡给保护了起来。他很强，我估计抵挡不住。那咋办？怕啥？反正你有四条命可以玩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气刃向张小凡打出。可恶，竟然真能穿破我的防御。铁佑，这不是血眼吗？你竟然跟这只老鼠签订了主仆契约，真是够丢脸的。你怎么认识我的？当年你嘎了我老婆，你化成灰我也认识你。那你出来呀、啊、嘎了我。哼，想骗我出来？做梦，我只要嘎了你主人，你照样也得嘎，哈哈。坏菜了。紧接着铁眼匆匆回到404，这时张小凡也刚好复活。可恶啊，还没看到他的脸就嘎了一次。那个嘎人狂魔以前跟我有仇，他已经盯上你了。这是好事啊，那你肯定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快在任务面板上写上他的名字，副本就结束了。不好意思，当年我嘎的阿飘太多了，根本不记得他了。真是的，你个废物，除了吃还是吃，连对方的一招都挡不住。哼，想当年我九只眼睛全开，惊悚世界都要为我颤抖。得得得，别吹了。哼，下次要我出手，得一块高品太岁肉。哎，对了，上次提示的线索，天台蓄水池还没去呢。随后，张小凡往天台走去。你怎么还没退出副本？我为什么要退出副本？保护机制就有一次复活的机会啊！你已经被嘎了一次，再嘎的话，你就真没了。没必要，我超勇的，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。说完，张小凡就朝着天台走去。这门果然被封印着。下一刻，张小凡拿出碎骨锤，疯狂地锤了几下，门纹丝不动。凭你现在的实力，靠蛮力是破不开的。意思是你能呗？哼，区区小门不在话下。那你快开啊，墨迹什么？你指挥我的样子让我很不爽。想当年，我九眼。闭嘴，系统，出来。怎么了，宿主？买一块高品太岁肉。交易成功，祝宿主游戏愉快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你刚刚指挥我的样子真的很帅，不就是一个破门吗？看我弹指间打开它。不错，给你，下次好好表现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主人大气，以后您就叫我小眼吧，我听着舒服。真是个贪吃货啊，见到吃的就走不动道了。哈哈，有生之年居然能吃到这么好吃的太岁肉，这个主仆契约签的好值。随后张小凡走向天台，眼前摆着一张桌子，上面放着一张纸。六月份这座城爆发了病毒，只能通过血液传播。一次意外，我发现公寓的一个住户感染了某种病毒，我想将感染者交给有关部门，然而我被感染者偷袭，他要到了我。我现在头好痛，我的记忆正在快速消散。我叫刘一鹏，这不是405住户的名字吗？肯定是他。不，他只是感染者，又不是嘎人狂魔。我有预感，今晚我还会被嘎，你就藏起来，认真的看看嘎我的是谁。紧接着张小凡回到404，假装躺在床上睡觉，一个黑影出现在了窗户外。怎么样，看到是谁了吗？看到了，是405的住户。果然，我猜的没错。快啊，在任务面板上写上他的名字，咱们就赢了。不，如果写上了，我会立即暴毙，失去最后一次复活的机会。什么意思？不是他吗？不是他，你想想，上次他出手，我们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，这次你还看到了他的相貌，这明显就是他故意的。等我把替命骷髅都用完，这样游戏赢家就成了嘎人狂魔。还有两天的时间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今晚就要结束游戏。你不在任务面板指认了吗？不需要，我要嘎了他，这样我才能拿到更多的死神碎片。你的九只眼现在能睁开几只了？一只都睁不开，要是你能给我一块极品太岁肉，说不定我可以睁开一只。睁开一只，能打得过嘎人狂魔吗？打不过。那加上我的死神领域呢？可以一拼。系统，出来，来一块极品太岁肉。购买成功。给，试试。紧接着斜眼吃掉极品太岁肉，瞬间鬼气蔓延整个房间。哈哈，睁开了，睁开了，这极品太岁肉真给力啊。主人，说你想怎么做？找老爷子下棋，你暗中保护我。没问题。随后张小凡来到一楼大厅。我跟你说过吧，晚上最好待在自己的房间，这外面可不太平。我知道，我棋瘾犯了，想跟老爷子你过两招。一听下棋，老爷子瞬间来了兴致。哈哈，年轻人，来吧，过两招。就在这时，大厅内黑气密布，空气仿佛都被冻住了。来了，那家伙来了，敢在我眼皮底下闹事，滚回去。而阿飘气并没有消散的意思，继续笼罩着整个大厅。好家伙，难怪要来下棋，原来想要找这老头当挡箭牌啊。你是第一个敢跟我作对的住户，出来让我看看你。
怎么，老爷子不认识我了吗？是你，你居然还没嘎。这次我的目标是他，跟你没关系，给你3秒钟的时间离开这里，不然我不介意连你一块嘎了。瞬间老头逃离公寓。小伙子好自为之。哈哈，你的计划落空了。落空又如何，照样嘎他，来上我身。随即张小凡把身体的控制权让给了邪言。死神领域一开，我的实力怎么下降了一半？你话太多了。瞬间双方打斗在一起。你怎么突然增强了这么多？哼哼，真是弱鸡。别打我，别打我，我投降。投降可以，但我不接受。龙卷风摧毁停车场。哈哈，主人，我还担心打不过你，这死神领域的加持太厉害了。恭喜三位玩家完成本包关，推出多门可领取各自的奖励。小弟弟，你可真是深不可测，居然能嘎掉嘎人狂魔，再见了。希望我们还能在某个副本碰面，带我升分，带我飞。说完拍玫瑰，瑶瑶公主退出了副本。恭喜宿主完成此副本，综合评分8分，获得300鬼钞、600个死神碎片，奖励黄金宝箱1个，领土2级改造权，可对宿主在惊悚世界的产业小凡超市进行改造。请宿主选择是传送回现实世界，还是传送到惊悚世界所拥有的领土产业。当然是先去看看我的领土小凡超市啊，顺便解决一下快要倒闭的问题。好的，宿主，这是传送门。这时405住户来到1楼。好兄弟，你要走了吗？你不回来了吗？放心，我会回来看你们的，下次给你带个真人抱枕。好兄弟，我会记住你的。随即张小凡进入传送门。